西你记住，电瓶车不忘电梯里记录，要记住家里不是停车库，要放火火在最闪亮的 room。 大家好，我是班班。跨年晚会的精彩舞台数不胜数，可网友们觉得啊，最绝的还得是凤凰传奇和国家一线工作者的这首《天上飞》，重新填词改编后档次那是飙升啊。凤凰展翅，看我别低头，大步向前别后退，每天都在天上飞。快乐拦不住，幸福和美好，跨年的脚步，生活美满在每个角度，那是因为有群人守护。去年夏天已经被李承铉的《天上飞》成功洗脑，没有想到湖南卫视跨年晚会的职业版《天上飞》更是令人眼前一亮。消防、医疗、警察等一线工作人员和凤凰传奇一起 rap， 不仅没有逊色，网友甚至觉得呀，把凤凰传奇都比下去了。张嘴，鼻子好了。下一个核酸检测都不睡，每天都在、提醒关注，只希望你管好你账户，不透露个人信息要保护，都记住集合警惕都没负，没时间提前休息、We will keep your safety、安全意识要增强、如果做到那就给你买礼物，一起进步一起进入，树上通道进入，希望各位关注摆正自己态度，切勿一无再无，但我却在乎安全加油环境大真的不少。艾辰去年元旦发行的大热歌曲错位时空，在许诺重新填词后，歌曲立意一下就升华了。这首五四特别版的错位时空配上伟人们的身影，真的是瞬间泪崩啊。我仰望你看过的星空，穿过百年时空再相逢，再一次和我们总会心灵相通，我都懂。我仰望你看过的星空，脚下大地已换了时空，你留在风中摇曳的那抹红，在心中心中。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校园的星辰大海绝对称得上是2021年的年度歌曲，单就歌曲的话题就快100亿的讨论了。人民日报推出建党百年版本后，更是成为央视最爱的主旋律歌曲，不仅频繁出现在各大晚会中，还被无数歌手争相翻唱。先生，我们的党叫什么名字？中国共产党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这些天词改编后的歌曲确实很有意义，正是因为这些伟人和一线工作者的奋斗守护，才有了我们今天美好的幸福生活呀。好啦，我是潘潘，我们下期再见。